会，各个批斗对方不手软。当那个50个人的名单，然后就是只要被淘汰，他都会默默画叉。真的有啊？哎，真的。来来来，镜头来来来，等下拍个特写吧。我呢，他表面上会跟我们讲说 ，Andy 哥就希望我们怎么做，然后其实是他希望我们怎么做。又是一个拿 Andy 哥出来讲话的人。男子汉的友情会因此破裂吗？抽试每周5、6晚间10点，我爱男子汉。夺命演出另类管教法，母亲舍身吓出孝子，偷妈妈的钱，妈妈气到是昏倒的那种，所以你担心妈妈死掉，肯定就不好了，啪，是真的摔倒。后来妈妈就知道说要，妈妈对不起。明天晚上10点到11点，敬请锁定《悲观命运》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然后肉一定要把它炒香出来，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因为你没有香气，你这一整锅的香气就不够。不太需要去担心说它会不会炒得过老了，因为梅花肉很耐炒。好，香气出来了，然后再来我们把葱放进来，煎煎它，葱爆个香气，让它有香气。哇，好香哦！已经可以上菜了。你是个头比较高，吸得到。要被你吸光了，我们还。不是，刚一般那个味道就好了。你住二楼，我们住不完，很痛苦。哪有摸到哥？你很高好吗？你让我耍个任性。然后牛蒡丝就大量的蒡丝可以下来。我们把我们刚刚调的酱就把它淋上来。好，直接淋哦。对，留了留一口起来，因为如果不够我们再加，够的话就不用再加。对。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把火关小一点，因为牛蒡没有所谓煮老的问题，在关小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它快点入味，火不要太大，不然这个酱汁一下就蒸发掉了。哦，所以牛蒡炒久并不会影响它的口感。不会不会不会，牛蒡是一个非常好烹调的食材。那潘博士，它可以取代青菜吗？不行，所以青菜跟牛蒡都要吃，都要吃，对，都要吃，对对。好，那差不多快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点白胡椒。哇，鸡皮盐后，这样香气就有了。然后最后上起锅前点点香油，好，是不是很快？而且它已经入味，快炒，真的哎。不然以往认为它是很难料理的一道菜，真的好好料理，光香它就不会了。你如果喜欢这个辣椒的话，你也可以放辣椒丝，没有问题。好了啦，不用擦太干净，堆得像山一样，真的。哦，来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哇，很香，期待。嗯，好吃，脆脆的，它很好入味。嗯，哦，那猪肉也很好吃。嗯，麻烦白饭好不好？好，那喜欢也可以撒点芝麻的。对对对，也好吃。牛蒡跟白芝麻超好。白芝麻，然后尤其是它放凉也好吃。嗯，哎，跟猪肉蛮搭的。嗯，对。它纤维真的很多哎，可以咬好久哦。嗯，我很喜欢牛蒡的口感，就是脆脆的，嗯，然后吃起来已经有一点饱足感，所以就不会吃下这么多的白饭。嗯，而且它这咬起来虽然知道有纤维，可是它不会咬不烂，就咬一咬它就没有了。嗯，哦，你可以把它像刚刚这样子保存好的料理，对，很方便。拌东西，拌沙拉酱，拌什么？你试试看那个美乃滋，应该挺好。对，讲了大概8次，我们一定要试这个方法。哦，试试看了，好东西。好，今天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时代好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下次又不会满天山药了。100公克的牛奶只有135毫克的钙。以红凤菜来讲的话呢，它每100公克里面有142毫克的钙，牛奶还略高。老师，我要跟你握个手。因为刚这你解决了我很大问题，因为老婆也不喝牛奶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要怎么照顾她。补血红绿皮蛋汤啊，对，而且吃过苋菜加小鱼干呢，我也是哎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哎，汤头真的还不错。明天晚上11点，33频道《食材有健康》。